有没有问牛肉咋走？阿公，这回见到香烟了，才10块钱。那我这回吃得过了，绝对的良心价噻。辣子的、干锅的都吃过了，今天做烤的，裹上生菜，唰唰唰，哈哈。把牛肺冲洗哈，使劲的灌水就可以了。然后牵着毡婆放水，反复冲洗几次，冲到肺子翻白就可以了。阿公，点火。要得，开干。哦，加水，放了葱姜、料酒，烧开水水，拉出洗净备用。哦，这个牛肺炒起比猪肺好点哈，猪肺说的没对了。准备点香料，我打在屏幕上了，放点盐巴入个底味，放了牛肺卤一个小时。再切点五花肉，配上牛肺，滋滋冒油。把五花肉腌制哈，放点蚝油、鸡精、生抽、料狗、蚝肉料，左手搅拌均匀，腌制半个小时。卤好以后捞出来放凉。哦哟。再切成厚厚的薄片，尽量大片的啊。这个肺还是比较干净哈，粉红色的。五花肉放中间，来王王开口，兄弟，开起开起，五花肉，肺子，甩一点点油。好香，现在闻到香味了。就这个牛肺烤肉，我后几天屏幕里面有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， 味儿又麻起，把这个肺子烤干就可以了，滋滋冒油啊。五花肉也可以了，再蘸上烧烤料。哦，包上生菜，哦，太爽了。哦，老公，中了，还能行啊，你行啊。嗯，好吃的，好香不香？香的很。哦，加上这个烤肉，这个肺子也饱得啊，肺就要烤成这样子哈，干酥干酥的。嗯，太香了。嗯，哦，是水。你干出来了。嗯。肥。啥呀？这个原味的肥啊！哎呦，开局了。顶级的肥哈，简称。嗯。哦，边烤边刷油，嗯，好香，你真的不腻，哦。这样烤起来，这个肺子是脆的，嗯，这么绵乎啊，嗯，嗯，哦。非常大软脚了，阿公吃爽没有？吃爽了，剩下的我给拿来凉拌啊。好，要得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我，想付了，就去关我们，不倒霉，我们明天见，拜。
掰了个白。